老师他们安排的课程就是先学最基本的，就是一些肌肉啊、肌动学、解剖学，先让你了解身体肌肉那一些，然后后面才开始培养，就是去拿证照这样子。目前是有 Radical 的，它是一个体系，对，然后有舞蹈的、跟拳击的，还有杠铃，还有一些是属于个人指导教练的。这个是我们基础有氧的第一个动作，踏步。又回到最初的起点，是一种你青涩的脸，我们终于来到了这一天，长头发梳成那儿模样。应该是在大三的时候，就是一个转捩点，对，因为其实对跳舞这东西一直都没有去接触，然后也不知道自己现在会靠跳舞在这个产业，这样就还蛮。学院给你的回馈大概都是怎么样？都是觉得老师很会扭，这样不觉得我自己很会扭，但是他们是几乎讲的都是这样，就是哦，老师很会扭。